下面就是我住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沿着楼梯走上来，呀，这就是 Air Patio Ranch。洗澡的地方呢，就要走到这里来。下面那个，还蛮干净的，也很温暖。然后呢，放眼望去，全部都是草原。不知道有没有防守阵。呀，三不五时还是会有车子经过的。穿过这片中庭呢，就会是吃饭的地方。不过我们今天要走外面，看看外面的风景怎么样。听说 iPhone 5有防守阵，我们就顺便来试试看吧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走，我也不知道这里会到哪。早上下过雨了，地都湿的。昨天来的时候旁边还有一点点积雪。现在还有房客进来住宿，还有情绪可以。远远那一片应该就是阿苏火山了，待会我再跟老板问问看啊。好啦，你们看到红色屋顶那边，那就是马厩，我们要骑的马通通都住在里头。这就是 Man Building。然后只有那一栋里面有 WiFi， 还有早餐啊，然后 check in 啊，换码的衣服啊，都在这里面。那这也是我现在要去的地方。然后这就是刚刚说穿过的中庭。有没有看到对面那个小巷子，然后就从那里穿过来。那个是我们的大厨师，可能是老板的妈妈吧。好啦，我现在进去啊，拜拜。